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无尾熊之歌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抓紧时间。哎，那边再高一点。哎呀，那个灯着反了。哎，真让人不省心啊！烟花爆了！钢琴下面装的是烟花装置，都小心点儿。抱歉，抱歉。哎，接的不错啊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烟花爆了呢。那……我想要成为星球。啊，这次的音乐小样真不错，正是我们要找的声音。你好。哎呀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叫麦克，我想加入梦想熊乐队，和阿潘一起唱歌。啊，新人，你有他唱的好吗？我……哎，抱歉，你们树袋熊不是熊，我们梦想熊乐队只收熊。我……哎，啊，我们的大明星来了！哎，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要清场了，你快走吧。啊，等等。可是，这首歌是我唱的。哎，阿潘要来了，清场了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快走！好吧，走吧走吧。哼！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。阿潘，我们还得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哎，你快去钢琴那儿坐好。今年的演唱会我们还增加了烟花特效，到时候你就会像飞一样。真的吗？哇，好期待啊！准备完毕，请开始吧。哎，你们两个快去后台准备。哦，好。沈殿，你敲的是什么呀？还挺好听的啊！真的吗？这是我最近学的新乐器——三角铁。哦，要不你给我敲个节奏，我跟着节奏练更有感觉。我给你来一段更酷的。好啊。啊，这么快！怎么停了？这招叫做花式三角铁，啊，对，花式。啊，闪电！有任务。宇宙护卫队，快来救救阿潘呐！啊，是梦想熊乐队的主唱阿潘出事了。连接钢琴的一根钢丝断了，钢丝升降器也卡住了，下不来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搜索任务坐标，目标星光剧场，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风暴，闪电，闪电击车，风暴击车，出发！准备降落，是。我们要开
闪电，你先用闪电飞速去舞台那边，我安排好观众马上过去。收到，闪电飞速。闪电，快救救阿胖！谁来救救我？我不想掉下去。阿胖，别怕，我来带你下去。你先后退，这里交给我。拜托你了。闪电飞速。把手给我！我不要飞啊！快把停下来！要掉下去了！怎么回事？是烟花的定时特效。钢琴的晃动会导致钢丝的再次崩断。闪电，想办法让钢琴停下。收到。快停下来！我也不想动啊！又飞了！啊，糟了！来了！要掉下去了！掉下去！把手给我！大家注意安全，剧场里有危险，大家不要进去。大哥，我们是来看演唱会的吧？怎么还有杂技呢？呼叫彩虹，呼叫流星，我们在星光剧场遇到紧急情况，需要你们马上过来支援。说的。阿潘，你太紧张了，冷静点，把手给我。救命！我不想掉下去。彩虹和流星正在赶来，闪电，啊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让阿潘赶紧平静下来。我正在想办法，可是他太紧张了。我想要成为星球。谁在钢琴底下？虽然我只可核桃，我想要飞过海洋。虽然我是个小草，好，那我把它停下。我想要和你拥抱，虽然我长满了毛毛。我想要放声歌唱，唱出我心中骄傲。我带你下去。别担心，我们无尾熊的平衡能力很好，还是先救阿潘吧。嗯，来，把手给我，抓稳了。我马上回来救你。嗯，这个声音啊，那个音乐小样原来是他唱的，可他是个袋鼠木啊。麦克，好，快救他，就是他了，我要他。就好了，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。啊，谢谢。抱歉，让大家为我担心了。你叫麦克？是的。对不起，我躲在钢琴底下是想近距离听你唱歌。哦，不，我该感谢你，多亏了你的机智冷静和美妙的歌声。那真是让人难忘的声音啊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尤其是低音，特别有磁性。麦克，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梦想熊乐队。真的？我可是
我并不是熊啊。啊，不是熊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树袋熊又名考拉、袋鼠目，它们的发音器官与众不同，可以发出超低音，而且它们的尾巴进化成了后坐垫，所以平衡能力特别好。不是熊有什么关系？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啊。迈克，你可以的。嗯，相信自己。嗯，我一定可以的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有一个音乐梦。我想要成为星球，想让我时刻回头。是闪电。他最近神神秘秘的，究竟练得怎么样了？你们自己看吧。哦哦，是谁在咆哮？哦哦，我自己知道，梦想是那样美妙。哦哦，是谁在嚎叫？哦哦，是谁在咆哮？哦哦，我自己知道，做只有梦想的熊，真好。想在天空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